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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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,
你干嘛把它扭紧干嘛？这种操作都是不对的。这边，你这边要弄个什么东西撬一下才行。对。视频没拍好，这个螺丝。我感觉这个视频有点长了。这个是平面，这个是有齿轮的，有菱形的是朝平的，这一面有菱形的朝平，这个一定要记住，不然的话装上去就装反了，就不能正常使用。这个是电源，静电的，都有打击。
这个是灯，直接拔掉。拿出来，这个新灯，这个膜一定要撕掉。这个面不能有灰尘，用手去摸。把这个温控的保护开关卡到这个线槽里面去，卡到这个，这下面有个槽，卡到这上面去。卡皮，这个线，这边，这个线槽。这有个线扣，先装光锥，这个光锥口容易切到灯的硅胶面，所以说在装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，不能让它切到这个面，不能让光锥口切到这个灯的面，然后再装飞镜。飞镜就要特别注意，有用手可以感受一下摸角，不要摸中间，有零的这一面摸起来比较刺手，朝平。这个光面呢，靠近光锥，靠灯，插到和光锥一起的这个插槽里面去。然后其他的，其他的安装刚才一样，拆了把板子装上就 OK 了，不上螺丝。平，金手指朝下，控制线。再狠的话，这个线是插在下面这一条的，插在下面这个线口的哈，插下面这个线口，插上面这个是错的，要插下面。好，锁上螺丝就可以了。